不要眨眼。当时，校长亲自颁发特殊奖学金给 J， 我们找不到他。最后我们在这间美术室找到了，满墙都是汉字，写着密密麻麻，没有人看得懂的特殊符号，跟这个一样。很诡异吧？校长亲自拿着30000元的信封给 J， 不但不要，反而从包里抽出这么长。 对着自己的脸，就是这样。当时满脸都是血。他自杀 ？No。 不过那件事后，大家就没有见过 J 了。后来很多数学家来到这个课室，研究这些炭笔字，大家都说 J 神经错乱了，这些公式没有任何意义。 他们还说，智商高的人跟疯子只差一根筋。后来这个课室就封闭了，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情，除了我。